花爷，嗯，您这话当初和陈海说过吗？说了呀，我让老季去说的。老季啊，还找陈海谈了一次话呢，回来他就跟我表过，说还特意请陈海吃了顿饭，还搭进去一瓶五粮液。陈海怎么回答的？那天陈海啊喝多了，跟老季啊说了实话，他说觉得自己带着个孩子，怕拖累了我们家一颗，另一方面呢，又怕亏了自己的儿子。他还说，两个人在一个单位，又是上下级的关系，不合适。这些都不是理由，只要两个人之间有意思，这些都是无所谓的。就是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陈海那个儿子小皮球，那也太调皮了。我们家一可哪对付得了他呀？我这个当妈的，还怕我们家一可受委屈？那吴阿姨，陆一可对陈海有意思吗？他对陈海倒是挺尊重的。当初我们家一可进了检察院，那还是陈海一手带出来的呢。他对陈海啊，那可是100%的崇拜。虽然平时啊看不出来什么，可是这次啊，陈海一出事儿，他整个人啊就跟丢了魂似的。任务完了吗？没完。哎，爸，您知道您这叫什么吗？叫诈骗。我都替您害臊了。就是，爸，当时说好了拿证换钱的，这突然间钱没了，也不能怪胜利有点不高兴。爸，我就想采访采访您，这个事儿您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不是梦见你妈了吗？她让我入股的。又来了是吧？妈，您托梦给他了吗？您告诉他让他入股了吗？我妈没说话，不是她说的。兄弟，你知道的，你妈信佛，她不能看着她的工友们犯难。汤昌来我说过了，现在说王姨，王姨是你妈的好朋友，她拿了28000块钱的安置费，她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她有俩孩子，老大上大学，老二上中学，要是没有了新大分公司，他就没有生活来源了。他孩子上学怎么办呢？怎么办？我管他怎么办呢？我现在要知道我怎么办。有话好好说。说什么说呀？爸，你消消气儿，别说了。你混蛋！陈海现在这个样子啊，肯定是不能考虑。不过，侯局长啊，有一个人，我倒觉得还行，是林华华提供的线索。我知道，林华华呀，是一心想把他们这位陆处长早点嫁出去。这就和我想到一块儿去了。据林华华掌握的情报啊，是公安局局长赵东来离婚3年了。他对我们家一可有那么点意思。这么重要的情报我怎么不知道呢？你官僚你不接地气呗你。哎呀，哦对了对了，哎呦，不对不对不对，嗨，你刚来你不了解情况，哎呦，我错了，你看我这脑子。王阿姨啊，您刚才说赵东来对陆一可有意思，那陆一可呢，他对赵东来有没有意思？要陆一可对赵东来也有意思，我们才能帮得上忙。所以我来找你嘛，就是希望组织上出面跟他好好谈谈，要让他正视现实，一定要正视现实。我想这肯定也是陈海希望的。是啊，陈海肯定也希望亦可能够早点解决他的婚姻大事。这是新大丰公司的股权证，里边有23万，其中3万是我的安置费，这证就归你们了，这里边股权也是你们的，往后挣的钱也归你们，成了吧？郑总，你看咱爸多实在啊，你差不多得了。
实在什么呀？你知道他这证是真的假的呀？你以为咱爸跟你一样办假证？我说宝宝，你们那个结婚证是假的。爸，你太厉害了，你一眼就看出来了，我们这结婚证是假的。挣钱，他就想挣您钱，他不想跟我结婚。我这证也是假的。功亏一篑啊，那250块钱白花了，知道吗？你是怎么做到的呢？沙书记，今天真是巧了，今天是我们第五届环湖自行车大赛，那就请您为我们的大赛发个令吧。我发什么令啊？我得参赛啊，哪有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不合适。你还真参赛啊？我不能参赛？我就跟李大康一个人赛。大康同志什么时候到？李书记的车已经进了开发区了。好，我们在这儿等他，那就快了。两平，吴老师，你怎么才来呀？两平啊，你现在这小日子过得是不错呀，不再想你吴老师的红烧肉了。哎呦，哪有啊，我馋得做梦都在流口水呢。吴老师，这花就送给您的。您还和20年前一样，永不凋谢的玫瑰。永不凋谢的，亮平啊，就是嘴甜。哎呀，一良，看谁来了？狗崽子，我知道。高老师，啊，你看。亮平送我的玫瑰。哎呀，老领导，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不欢迎的我就来了。哎，沙书记可说要跟您比赛自行车啊。沙书记，你先去给他们发令，发完令到这儿来，咱们俩比赛。不，您来了，您得发令。别矫情了，这开发区是你弄的，杰作呀，你得去。啊，好，那我去。那这边，好，请，快去。其实啊，你都不如送你高老师几颗好的花种子。这不是零成玫瑰吗？哎，对啊，卖花的也这么说。高老师挺懂行的。李大康当年在零城弄了个千亩玫瑰园，现在荆州卖的都是当年的零城玫瑰。那高老师也经常买玫瑰送给吴老师了？啊，一次也没有，对吧？哎，你好像挺了解情况啊，还知道什么临城玫瑰，坦白送过谁没有？哎呀，说起来呀，也就是在学校的时候，亮平送过我两次花。哦，对了，童伟也送过两次。所以啊，只有你跟童伟来，你吴老师高兴，愿意下厨为你们弄好吃的。要是搁着我呀，他理都不理。那是啊，不送花怎么能有好吃的呢？啊，不送也有。行了，你们进屋聊吧，我去准备一下。哎，我帮你把这花放到卧室去。谢谢了。环湖27公里，您行吗？你行我就行，不着急，咱们边骑边看边谈。好，你是导游，开始吧。桂春同志可能都向您汇报了啊，开发区这片湖以前不是湖，是塌陷区。嗯，
临城是咱们省重点的煤炭基地，已经有300多年的开采历史了。这一片是最大的塌陷区。我以前见过一张照片，是治理以前的塌陷区，那是坑坑洼洼、乱七八糟，一片荒凉啊。对，把开发区迁到这儿，阻力非常大。有阻力你还一意孤行啊？张书记，我是这么理解的：如果大面积的圈占良田来搞开发，我觉得投资太大了。如果要是利用塌陷区的土地，既可以给后人留下一片青山绿水，还可以享受政府的财政补贴，补贴虽少，那也是钱呐。再有，还可以享受政府的优惠政策。早就想来看您和吴老师了，只是最近工作太忙了，拖到今天。您不会怪我吧？老师怎么会怪你呢？你现在是反贪局长，要以工作为重吧？哎，对了，梁平，听齐东伟说，你这次是为陈海而来，是吧？是啊，当初要不是我让陈海帮助抓丁义珍，也许陈海就不会被谋害了。谋害？你说陈海的车祸是被蓄意谋害的，有证据吗？没有，我在找呢。如果真是谋害的话，亮明啊，你也要小心呢。我小心着呢，我现在啊就像是《红楼梦》里的林妹妹。还有陈海的安全你要注意，真有这种可能性的话，对手是不会让陈海再醒过来的，一旦醒过来，他们的真实面目就会彻底暴露。我也想到这点了，已经做了必要的安排。那就好。来，还是老规矩，陪老师杀一盘。您不知道，当时的市长、副市长极力反对，有一段时间，我们市委、市政府还产生了很大的隔阂呢。我听说，省委书记赵立春支持了你。对，我以前给他做过秘书。他的支持是有力度的。我当时向省委是这么汇报的，我说塌陷区的劣势完全可以变成优势，因为塌陷区不是化工区，没有真正的污染。只要是把一片一片的水洼子连在一起，那就是湖啊，在湖边种上树，那就是景。你的思维超前，有魄力，要是我也会支持你的。所以就有了现在的开发区，环湖27公里的滨湖路，再加上80平方公里的开发区。沙书记，到前面休息一下吧。怎么就累了？不，前面是绿色食品生物园。哦，景点啊，听说你们这儿有10大景观。对，就在这儿。好，咱们看看。高玉良心情不错，沙瑞金很早就跟他通过气，北京有位同志要调来，没想到这位富有特殊使命的同志正是自己最欣赏的学生侯亮平。而侯亮平对高玉良的拜访不仅是礼节，更是请示和请教。志炮，高老师，您这棋进步不大，还是这些老套路。哪能跟你们年轻人比啊，脑子不够用了。再说平时工作忙，谁陪我下呀？对了，抓丁义珍那天晚上是您在现场指挥吧？对呀。这怎么就让丁义珍给跑了呢？这会不会是有人向丁义珍通风报信？您也没什么疑问吗？有疑问，而且疑点很大，但是没有根据不好乱说。那天晚上有谁出去打过电话呀？有，参加会议的人好像都出去过，而且还不止一次。事后我仔细回忆了一下，李达康书记前前后后出去过3次，祁同伟也出去过2-3次，陈海最多。你们老纪还出去打过一次电话呢。就您没出去打过电话？打过，秘书帮我接的，向沙瑞金同志汇报情况吗？瑞金书记啊，这个项目的招商引资是周桂春书记负责的。啊，战略，我们通过招商引资解决了资金问题，在原来的基础上扩建了万亩茶园。啊，
这个坡后面，那边都是。有一万亩吗？还不止的。啊，在这儿感觉是心旷神怡啊。这有些事情想起来要真是奇怪。就说你们老季，最高检反贪总局交下来的案子，他完全没有必要向我汇报。可他非要向你汇报。对呀，他既然汇报了，我又不能不听。因为涉及到荆州市的一位副市长，我又不能不通知李大康书记。因为他毕竟是荆州市委书记，又是省委常委。肯定没必要通知祁同伟吧？啊，祁同伟不是我通知的，他正好来向我汇报工作。全省治安消防综合整顿有个领导小组，我兼任组长，有些事情他必须要来向我汇报。这不，工作还没汇报完，老季就来了。因为可能要抓人，我就把祁同伟留下了。我听季检察长说，那天您在现场拖拖拉拉的，又是请示又是汇报，最后还在电话里和沙书记聊什么学习计划。这老季什么意思啊？什么用意啊？怎么叫我拖拖拉拉？本来这件事情他就没必要向我汇报，既然汇报了，我就要请示，怎么叫拖拉了？高老师，您别生气嘛。季检察长的意思是说，您太书生气了。什么叫书生气？我离开汉东大学已经25年了，早没书生气了。倒是你们老季，谨小慎微，鬼鬼祟祟，我看他最有问题。沙书记、李书记，我先到前面那个金融产业园等你们。重点看东汇集团，让他们准备一下。好的。哎，别准备，看见什么是什么，千万别准备。明白。嗯。沙书记。啊。这家软件企业是我省最早的高科技软件企业之一。嗯。当时很多高科技企业都是我们从省那边挖过来的。是。从李州挖了两家，为这事儿，高玉良差点跟你玩命。这点事儿您都知道啊？那我白掉眼了。是是是，沙书记，这家企业主要从事软件开发，他们在金融、房地产、养老各方面都有建树。当时挖他们来的时候，也就是三五个人，七八条枪，还没胡司令的人马多呢。是是是是是。你往这边看。高老师，我们有些同志啊，就是看别人挑担不吃力。我是汉东省政法部门的主要领导，出了这种事儿，最丢脸的就是我。是是是，我都能理解。我听说您已在派人调查了，我现在还在查呢，我就不信抓不住这个坏人。小明，你们反贪局是不是也在查呀？是，我到任的当天就派人去查了。有什么发现？有，我们发现在那个时间段，丁义珍一共接了4个电话，有3个是从距离不远的电信基站打的，还有1个是建设路附近的公用电话亭打的。这都不是什么新发现了，祁同伟早就掌握了这些情况。老总啊，沙书记，你们这东汇集团给我们印象很深呐。嗯，特别是你们每月给敬老院的老人送温暖这公益活动，值得别的企业学习和借鉴。沙书记啊，这些呢都是我们企业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嗯，但我还是要替那些老人谢谢你们。谢谢沙书记，我们一定会再接再厉。好，那咱们再见了。再见，沙书记。沙书记，这边请。嗯，好，再见，再见。专案组的同志向我汇报说，基本上可以排除内部人员泄密的可能性。我不同意这种说法，这么轻易就排除了。就是，如果说我们内部某个人泄露了消息，再由其他人指挥丁义珍逃跑，那这可是一条非常严密的组织链。你跟我想的一样，所以我就安排祁同伟把那个时间段从省委基站打出去的所有电话都给我查一遍。查到什么？
1000多个电话，这么多人，根本没法查呀。查重点的几个呀，比如说季检察长，还有李大康打的那三个电话怎么回事？哎，还有祁同伟。你以为我没查呀？都查了，有疑点，但不敢确定。那谁最可疑啊？不好说，所以还得进一步的深入调查。我们倒是查到了，在那个时间点啊，山水集团的高小晴接到了省委基站打的一个电话，这个电话很奇怪，号码只出现过一次，之后再也没用过。这么说，这个电话号码不是当时参加会议人用的手机号码是吗？是，目前这个电话是最可疑的。那事情又回到了起点，就是说当时出去打过电话的人都非常可疑。我们可以倒着查，看看谁和高小晴的关系好。我觉得祁同伟跟高小晴的关系，这个不要乱说。高小晴的山水庄园基本上可以说是荆州各级官员的食堂啊。八项规定出来之前，我还去过几趟。是啊，我还在那儿替您唱过《刁德一》呢。高小晴交友广泛，你认为他有这个能力安排丁义珍出境？再说了，动机呢？丁义珍最想保护的可是蔡成功啊。这倒是。梁平，我们不妨开拓一下思路。你想想，丁义珍出境谁获利最大？高老师，汉东您比我熟，我得听您说。那好，那我就跟你聊聊汉东的历史。侯亮平知道高玉良有怀疑对象，只是不肯明说。对老师他一直很敬重，但眼前的高书记再也不是当年的高老师了。听说半年前你们这儿一个副市长兼开发区主任腐败掉了。是，差点把开发区给毁了。说是还演出了一场撤资逃跑的火爆剧。这个事情我要向您汇报一下，当时这个副市长兼开发区主任叫李维民。嗯，专门负责招商引资工作，非常能干。能人腐败，这在好多地方都发生过。是，我从吕州调到临城任市委书记的时候，李维民已经是副市长兼政府的秘书长了。你在吕州跟高玉良搭班子有多长时间？一年零三个月。当时他是市委书记，我是市长。嗯，在一个班子里共事，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品行，尤其是一二把手之间的合作。梁平，今天咱们是分析案情，我不妨把话说得透亮一点。咱们这位李大康书记为了政绩，那可是什么事儿都敢干呢。您是不是说是李达康放走了丁义珍？我说了吗？我跟你谈点历史，你自己去分析。行，您说我听。15年前我在吕州当市委书记的时候，李达康是市长，他当时是全省最年轻的大市市长。他一到任就背着我和市委把原先制定的城市规划给推翻了，声称要再造一个新吕州。他这么做真的事先没和您商量过吗？所以说这个人胆子大吗？当然了，他也没说要完全推翻。当时他向省委书记赵立春汇报的时候，只是说要进一步的完善规划。我明白了，李达康胆子大是因为有后台。落伍了，亮平，现在叫政治资源。他原先是赵立春的秘书，他的政治资源就是赵立春书记。玉良同志思路清晰，作风稳健，就是沙书记，我可能不应该说。嗯，我觉得他有点保守，尤其是在城市建设方面。我听说了，在北京立春同志告诉我的，说你们俩在城建规划上产生了矛盾，立春同志支持了玉良，把你调离了吕州。是，立春同志厚道，
赵书记多公平啊，趁着这个机会把李达康调到临城当市委书记，也让他当了一方诸侯。李春同志亲自把我送到临城，路上就跟我说，说李达康，我知道你是一个开疆拓土的猛将，到了临城一定把临城给我搞上去。吕州嘛，经济基础还是不错的，就让玉良同志按部就班的去办吧。那立春同志是很能知人善任的，是。也许立春同志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吧？其他的想法？什么意思？你一时半时也说不清楚，不说了。可能我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到了临城，我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建设这开发区。嗯。李大康到了临城之后，搞了一个什么经济开发区，哼，他简直可以说是不顾一切。当时他提出了一个口号，叫“法无禁止即自由”，什么事都敢干，什么人都敢用。我不这么干怎么干？墨守成规，我既没有这个基础，也沉不住这个气。您不知道，当时临城的 GDP 在全省排名倒数第三，人均收入倒数第二，财政收入倒数第四。形势逼得你不得不大刀阔斧的改革，所以我就提出了一个口号：法无禁止即自由，大胆尝试，大胆闯吧。这口号提的就够大胆。他在临城当市委书记的时候，整天制造新闻，俨然是一位改革家。但不幸的是，这位改革家最终还是出麻烦了。当时临城的一位副市长因为经济问题被双规了，参与投资的30几家企业老总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一个副市长李为民贪污腐败，会给临城，会给开发区造成如此大的被动。后来一查才知道，有20多家企业向他行贿，最多的上百万，最少的几十万。这有点像今天的丁义珍呐，历史又重演一次。哼。所以想起来啊，就让人心痛。我听明白了，您的意思是，李达康很可能因为自己的政绩，才向丁义珍通风报信。我说事实，你自己分析。起码李达康有这个动机，当然了，他也不会亲自去通风报信。从目前掌握的情况，也证实了这一点。当时开发区一夜之间全变了，出现了许许多多的烂尾。我走到这个堤坝上，走啊看啊，真心话，我哭了。可以理解。当时一些制造污染的企业，还有一些小成本的企业，也想趁机混进开发区，也被我阻拦住了。我跟临城市委一心一意想搞开发，想要速度，想要 GDP， 但是我们要的是现代化的 GDP， 是没有污染的 GDP。嗯，什么时候也得守住一个决策者的底线。沙书记，我们不敢突破底线啊。我从小生活在农村，我知道污染对农民、对农村意味着什么。哎，亮平，发什么呆呢？我是在想啊，李达康毕竟是省委常委，他真的敢这样不顾党纪国法去做这些违法的事，这代价大了些吧？不知道。所以说，要深一步的进行调查研究嘛。今天这话说到这份上了。我也不想瞒你，我会在适当的时候向省委沙书记汇报，以阐明我的观点。别那么急啊，高老师，咱们再等等看看。你们检察院是不是也掌握了一些李达康的线索？不是李达康，是李达康的夫人欧阳菁，我们正在调查。后来的事情我就知道了。
你没有进省委常委，高玉良同志见的。是啊，自从玉良同志之后，吕州的市委书记全是省委常委。你跟玉良同志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风格。嘿，哎，我想起来了，你跟他还有一次交集。1998年，省委组织了12名你们副厅级年轻的干部去美国学习。对，那是省委统一安排的。哦，对，您不知道，那个时候玉良同志就表现出沉稳干练了。你想，在美国半年，他想吃大米，就在外边买了一个锅，让我背着，他可趾高气扬，挺胸抬头往前走。那是你愿意，你完全可以不背嘛。不，我不是也想吃来热米饭吗？亮明，有关这个话题，就到你我为止。在调查结果没有出来之前，不要跟任何人说，包括你们老纪。李大康没有问题最好，如果真出了问题，也该由省委沙书记向中央汇报，由中央来调查处理。我知道。不用脱鞋啊，不用脱鞋。梁平，玉良，看看谁来了。哟，梁璐来了。梁老师，哎，猴子别瞎喊，记住要叫嫂子。哎，不，我还是得叫老师，我心目中最喜欢的梁老师。梁平，真高兴在汉东见到你。是啊，都高兴啊。来吧，坐下说。哎，来来来，您坐。哎，老师您坐。哎呀，哟，猴子又拍老师马屁呢，输了几盘啊？我不拍马屁也赢不了老师。你不是说要跟我说什么私事儿？哈，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向您跟组织有个交代。是你要跟夫人离婚？您怎么知道？你们都分居5、6年了，省市机关那么多干部知道，这种事情传得还不快？其实我们俩分居已经有8年了。既然没感情了，怎么没有早离啊？哎，欧阳菁不离，我为了面子呢，一拖也拖到现在了。不过他现在跟我说要去美国，按照中央的规定，我们俩要是不离婚的话，我就要离职。你可不能离职，我刚到汉东来，还指望着你改革打冲锋呢。好，你既然告诉我了，那建议你起诉离婚。谢谢沙书记对我的理解跟支持。我看到梁老师啊，就想到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哎，对了，那时候我们全校女生最迷的可是高老师啊。对啊，那高老师年轻时候的风采，用4个字来形容绝对不为过，那就是风流倜傥。对对对，我还记得高老师每年给新生训话：同学们，你们进了汉东大学政法系，就意味着献身于中国的法治建设。那嗓音那风度简直迷倒一片。是吗？高老师，你当年那么厉害呢？你就夸张吧，猴子。当然了，吴老师，那往台上一站啊，讲台上那是光芒万丈。都光芒万丈了，我怎么没看出来呀？我们有些党员干部啊，家里的情况，组织上一概不知。什么时候离婚了，什么时候又结婚了，根本不向组织汇报。有的全家都移民国外了，自己也拿了绿卡了，还在主席台上夸夸其谈，教育老百姓要怎么爱国，这都成了笑话。这些干部只顾自己，根本不顾党跟政府的形象。是。既然你跟我说起这事儿，那我也对你实话实说。我到汉东以后啊，听到了不少关于欧阳菁的反应。沙书记，在这里我要重申一下，在我跟欧阳菁分居8年的期间，我从来没有让他或者授意他做任何违法乱纪的事情。但是您不能保证他没有打着你的旗号谋私利，所以没感情了，离吧。哎，
我就是不跟他离婚，看他怎么样。欧阳，想开点吧。像你们夫妻这种情况啊，在这个社会上很普遍。当初那点激情早被生活给磨没了，剩下的就是亲情跟利益。说好听点，还有责任。作为朋友，我真不希望你跟李达康闹到这种地步。千万别硬干啊，他毕竟是市委书记。市委书记怎么了？我才不怕他呢。你也别怕他，他能把你怎么样啊？你错了，他已经警告我了，在中国做生意绝不能忽视官场的存在。这李达康为了他那顶乌纱帽，他真是六亲不认了。面对欧阳菁的指责，我不止一次地跟他说过，我说我不是不管你们母女俩，我真的是怕违反党纪国法。你想，党把我从一个农村的孩子培养成市委书记，那得花费多少心血？是，我们党员不但要讲党性，还得讲良心。沙书记，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的经历吧。嗯，我从赵立春同志的秘书任上下来，做了两年的副县长，后来组织把我送到日本爱知县去学习他们社会管理经验。回国之后，党把汉东最大一个贫困县120万群众交给了我。我当时真的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生怕出现任何的闪失让老百姓骂我。是是是，一个有责任心的干部应该是保持这种心态。是。我就不明白这李达康到底图什么呀？达康的事业心太强了，一门心思想做出成绩。哼，他总想做出成绩，总想唱高调，他也不想想这国家和人民是他的吗？这不是大话，我觉得是实话。后来组织又把我送到美国去学习经济管理，回来之后就任命我当旅州的市长。这一步一步，党把我培养到现在，我不能为一己私利来破坏党跟政府的形象。您说对吧？明白。那时候女生迷的是高老师，我们男生可就最迷梁老师了。用现在的话说，梁老师就是女神。我记得梁老师那时候是团委书记，经常找学生会主席、其同委同学谈工作，把我们这群师弟看的那是一个羡慕呀。现在还羡慕啊？梁老师都老了，那也是资深美人啊，是不是啊，老学长？啊，对啊，那永远是我们心目当中的梁老师。得了吧，齐厅长，什么永远的梁老师，你少来啊！你看我这又说错话了是吧？我错了，我认个错，你永远是我心里边的，露露，露露啊，永远是我们这些男生心里面的露露。哎呦，你们也太腻了！上大学那会儿就这样，那一次求婚可是惊天地泣鬼神啊！啊，这样吧，我给大家泡点茶，今天晚上就在我这吃饭，好吧？吴老师，别忘了我的最爱。别说了，我知道，太平后魁。不对，高老师，同伟的最爱肯定是梁老师嘛，对不对呀？上车吧，比赛开始，看谁是冠军呢？那我就不让你了。好。开始！看谁快啊！加速！你加速。欧阳啊，我还是再劝你一句，离了吧，放自己一条生路。那是放李达康一条生路，我哪有什么生路啊？你这个人
最大的悲剧就是拒绝成长，拒绝成熟。得了吧，你们男人啊，只希望女人奉献奉献，永远奉献，绝不索取，那是圣母，我可做不到。这些日子欧阳菁一直在想着自己的处境，一切都无可留恋了。本来他对大学同学王大陆还寄托着一份情感，但王大陆却始终和他保持着一段距离。他得做出最后决断了，既然不做圣母，那就离婚。陈老，没等你来，来里边请。打招呼了，打扰你了啊！没事，你坐，你坐吧，来里边请。吃过晚饭了吗？哎，吃过了，都啥时候了？哎，别郑师傅郑师傅叫了啊！现在西伯同志已经是老板了，是我们新大丰公司的董事长，我是跟着他跑腿的。啊，公司成立了啊！来里边请。哎，打搅您。哎，没事没事。啊，你坐，请。哎哎，好。哎，哎呀，好，郑师傅，你坐啊，坐坐，来，坐坐坐，来，来，哎，郑师傅，这公司有多少人呢？有200多股东。哎呀，真是太好了。是这样啊，这个新大丰公司呢要批地建厂，现在厂子里这些机器设备呢也要买下来，所以呢现在就希望呢你这个总指挥啊，还有咱们区政府能够大力的支持。于是同步以肩上的职责，听一番枝繁叶落，看一幕檐下交错，此时此刻情同手足在侧。与谁同我以心中的执着，听一声青梅永乐，看一片繁星闪烁，此时此刻爱与永续你潇洒落。